车绝对安全。消防局九号举办发片记者会，渴望体验人生百态的他，在全新推出的《没事的》MV 中化身司机阿奇。就是这一段消防旗坐在计程车驾驶座的画面，让一众网友们相当惊讶，非常想知道这幕到底是怎么拍的。警察有来，然后想说奇怪，然后就来那个盘问一下，奇怪你们在干嘛？我其实是哈，很想要让他开一张单，开一张无照驾驶，然后把它拍下来。我说人生被第一次开。无照驾驶，虽然开玩笑想要被开罚单，但消防旗也有解释，这是剧组因应剧情安排，请来拖车拖着他坐的车子上路，所以没有危险驾驶的问题。除了计程车司机，消防旗还在 MV 中曾化身一名刑警。是我寂寞而已。消防旗寂寞而已的 MV 中曾邀请实力派演员江国斌助阵，消防旗扮演刑警上铐逮捕饰演诈骗犯的江国斌。至于接下来想要体验哪种职业，消防旗也早有打算。吃好了啦，厨师这么爱吃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大家一定该可以吃啦。对，是怕你切菜的时候。切菜我有学过啊。被担心切菜的时候可能会不安全，消防旗幽默回应，不如改当外送员。消防旗积极体验各种角色，也让粉丝好期待下次 MV 能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。谢谢我们综合报道。